你们是夫妻吧？哈，啊，是的，还邻居。哦，你是做豆腐的？对对。哦，我们是夫妻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，大姐？啊，这是烤冷面。哦，烤冷面哈。啊，这个是烤冷面，这个才是苕皮，你要苕皮了吧？哦，那个是苕皮是吧？哎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师傅，你们是哪里人啊？四川。哦，四川的啊。哎。哦，我也是四川的。我们乐山里的，绵阳和。我乐山。我也是乐山的。哎呀，恁个巧。哎呀，那老老乡了。乐山是前卫的。好嘞。他在问我。烤冷面，它有个一个冷面，一个烧皮，烤冷面，一个十五。大姐，烤冷面多少钱一个？烤冷面，冷面鸡蛋烤汤六块标配。哦，六块标配。来看一下烤冷面怎么做的。啊，还有，等一下他敷嘛，没事的。王中华还没敷。哎，没有。对了，说了，他说敷了，我说没有。哎，那你在这儿摆摊多长时间了？快八年了，快八年了，哎，就在这个位置啊，就在这个位置，没走过，又没走过，哦，一直卖这个冷面，一直卖，哎，冷面，哎，乐山行不行吃冷面了？那乐山，乐山吃冷面的还是有少，乐山，哎，乐山都有啊，我都给我多点铺，好嘞，你辣椒要不要？要，好嘞，可以可以啊，辣椒。辣椒要了哈，中餐部的，啊，中餐部的，一个七块一斤，香菜多一点，马上马上马上，先给你做冷面，等一下做啊，香菜都要吧，香菜，你的呢？你的呢？我的要，对对对，你那不要香菜，他们要了。这都是六块钱标配，你王中王就是七块，哦，你加蟹棒就八块，最低六块，哎，标配就是六块。大家看一下啊，烤冷面，最低六元起，全家福二十，哦，可以，很漂亮。你呢？当时现在跑到太原来的？哦，这是我女儿主家摊位，她。哎，我女儿来给你们家。啊，他个人，他的，他个人跟他做不好，他要我过来帮他嘞。那一来就是八年。哎，对。他不别的，他不卖这个。这一份，哇，可以。好冷面。好了，美女。师傅，你好大年纪了？不大，60岁再差一点。哎呀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很年轻。人老了。很年轻，很年轻。那大姐你呢？我55了。55哈，大姐想烤冷面一天能够卖好多份啊？烤冷面现在就一天卖个，就是一，100多份一碗。就这100份。哦，100多份，200多份。300份。哎。像以前我们每天都是200份。哦哟，这个学费是吧？哎，240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学。学啥子是240啊？烤冷面。学烤冷面是240哈。现在应该便宜一点了，以前的。哦，假如有人来要学烤冷面的话，学费是2000，2400，好。啊，2000嘛。2000，2000到2400嘛哈。2000还是。看一下啊，我就刚刚离开了一会儿，就这么多人了。